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欢迎收看耽美剧《军营浪漫一夜定情》。初次见面，两人就想较量一下，并因此擦出了激烈的火花。战斗情谊，黄景瑜偷袭肖战，一时得意忘形，最后被肖战反攻了，黄景瑜受伤了。肖战十分担心他，把他紧紧抱住，让卫生员查看他的伤势，搂腰。几次较量后，两人感情快速升温。黄景瑜借坐在肖战身后的机会搂紧了他的腰，闹别扭。肖战故意疏远黄景瑜，感受到他的忽冷忽热。黄景瑜表示自己很受伤，打是轻，肖战因为责任要娶烈士的遗孀。黄景瑜认为他不忠于自己的感情，反而是不负责任的行为，两人都说服不了对方，拳头落在对方身上，却疼在自己心里。月下谈心，冷静下来后，肖战主动约黄景瑜，给他看了自己没寄出去的信，